好，今天是丹丹了，脑筋急转弯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动物园里大象的鼻子最长，鼻子第二长的是什么？长鼻窝。第二长的，我知道，会不是猴子？好，下去。大象的小白。啊，不说。长颈鹿。啊，它在哪？在脖子。第二长的匹诺曹。是小象吗？答对了。什么动物你打死了，他留的却是你的血？好简单，换一个。什么动物？什么人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？我知道这题，我知道这题，我知道这题啊！你说，这夏天尝那个蚊子嘛？答对了，答对了。这个简单，一颗真心值多少钱？一个亿，一心一亿。又是个念叨。好，到你了。这个很简单，一只羊在吃草，一只狼从旁边经过，但它没有吃羊，打一个水产品。啊，你这个好烂的梗，虾。哎，这个对的。哦，到你了，又一只狼经过，还是没有吃羊，猜一个海产品，猜个海产品，虾，还过了呀，哎呀，还是虾，海虾，哇，长小脑了，长小脑了，又，哦不是，第三只狼经过，羊冲狼大叫，狼还是没有吃羊，猜一个海产品，还是虾，不是还不会还是虾吧？是虾，是什么虾？什么虾？七七说他又知道了，那七七你来，龙虾，答对了，太聪明了。只有一片绿草地，打一个植物，没有花，没花，哇，聪明聪明，下一个，又来了一群羊，打一个水果，羊吃草，草莓，我太聪明，大聪明，下一个，红豆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南国，哇，聪明聪明聪明，好，卧龙。红豆的老婆出轨了，红豆变成什么了？绿豆。哇！请问绿豆一气之下跳楼了，变成什么了？绿豆沙。对，绿豆沙。对不对？谢谢你。他一气之下跳楼了，变成什么了？绿豆沙。错的，错的，错的。又是谁一气之下跳楼了？绿豆一气。是绿豆又对他跳下去了。去了。他变成什么了？红豆。红豆。变豆，我来变豆，红豆，它又变成红豆了。答对了，为什么呢？流血了。答对了，下一个，红豆还没答，他又去医院处理伤口，变成了什么？处理伤口肯定要包扎呀，豆沙包。哇！